宝贝们，我吃这无花果是这什么品种啊？为啥没有人家心红啊？但还挺甜的。这么炖两下。这个完全不甜，看，你看啊，那个软了，这个，我发现这个东西搁软了才能吃，要不然不甜。哇，这个好漂亮。看啤酒这儿，这真正不甜。然后摸摸它软没软。再来一个，这个好像有点软啊，我看人家都这么蹲，给它蹲裂了。这个颜色是烂了吗？怎么像鸭粑粑似的这个颜色？这个不吃吧？好吃。